彰化县政府27号暗时伫洛江溪边啊举办洛江溪风华再现地方说明会，听看卖在地意见，甲乡亲做伙讨论，重新恢复洛江溪的风华。县长向乡亲说明目前的规划，为着要让洛江溪风华再现，再造历史的现场，县府特别办理地方说明会，听看卖在地意见。好，咱今仔日啊，投资30亿，要来甲咱的洛江溪改风华再现，恢复较早迄个时代水真正清气，啊，搁有人伫遐过船啊，搁帆船入港，吼，诶，即个再造历史的现场。镇长是真感谢县长对洛江的用心，为就任到今麦，替洛江做了真济建设。我做民间才10多年啊吼，我看见县长嘛真济。恁有啥物人会当讲，都是县长会当比规民国搁较认真为洛江会付出无？是毋是大家讲，咱就伫个华夏台咧为民国现场台拍一个感谢伊，对咱洛江也是会付出吼。即马管户已过，投入经费大约30亿，配合洛江国家历史风景区洛江溪再现计划，和洛江溪风华再现，再造历史现场，成为亲水空间，提供乡亲休闲好所在。新中华新闻蔡中青洛江采访报道。